日本东北发生大地震，紧接而来的海啸引爆了核电厂辐射外泄的危机，而且这一连串的灾害还在继续蔓延。位在千里之外的台湾民众，这一个礼拜以来，透过国内媒体的不断报道，也感受到惊恐的情绪，甚至有人因此而失眠。而今天有精神科医生提醒民众，如果感到这一些这个灾难报道造成了精神压力，就要赶快把电视机关掉。如果已经持续失眠3、4天，可能就要赶快看医生。接受诊断。从3月11号日本东部大地震引发海啸，接连着福岛核电厂爆炸，辐射外泄的疑云笼罩全球，国内媒体也接连不断的报道。虽然让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随时掌握讯息，但也让部分民众觉得很焦虑，心里会恐慌，会很恐怖，觉得全世界到处都这样子吧，就是尽量不要看，因为多看多烦啊，那些画面看了是不太舒服，应该国内的新闻也要报一下。精神科医师也说，这次日本大地震以及辐射外泄确实让少数有精神疾病的患者感到不安。虽然目前门诊量看来没有太大变化，不过看到国内新闻台24小时不间断的播出，甚至以夸大的方式来描述灾情，医师提醒观众，如果觉得焦虑紧绷，应该适时关掉电视，暂时远离新闻。台湾来讲，我们其实因为比较离他们比较远一点，所以我们未必要这么样的很密切的关心。因为有时候关心以后会，我可能会自己吓到自己，回归原来的生活，不一定说一定要看那些新闻。另外，医师也指出，根据921大地震后医疗团队针对罹难者家属的研究显示，120位罹难者家属中有高达36%有创伤症候群，有15%罹患了重度忧郁症，短期内严重适应不良的患者也有10%，还有3%的灾民长期用酒精来麻醉自己，而且这些情况女性明显高于男性。日本这一次连续性的灾难对当地灾民来说，未来心灵的重建也将是一项大工程。记者陈淑君、邱福才台北报道。